台湾这几天除了少数的地区呢是有午后雷阵雨，但是多数的地方其实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。只不过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从七月到现在呢，目前都还没有一个清台的台风哎，所以在下周有没有可能会有台风为台湾带来一些雨量呢？那个天气风险公司呢，他就预测了，最快在8月21号的时候会增强成热带性的低气压，而在22到23号也有机会会发展为清台，但是它的路线呢、其实最主要还是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，如果它是从台湾的东方海面北上，又或者是继续向西来通过巴士海峡。再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到这个目前热带扰动呢是在台湾的东南方，它预计走的路线呢是会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，但是现在一些气象专家就预估了在8月24号的时候会接近巴士海峡，成台几率相当的低，是低于50%，而气象局也认为它应该是不会成台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有可能会成为今年最晚发布台风警报的一年，而且不排除它还是有可能性会生成，所以还是要观察几天。但是气象专家也特别的说的是，这个模拟路线呐、有21条路线当中，也就只有5条会直接通过台湾或者是临近的海域，所以等于直接清台的几率也不是特别高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